大风吹草垛，那都是咱的货，袋子里面全都是，放不下了，只能先装到袋子里面来了。这里面全是螃蟹，这里面全都是鱼。好了，咱们接着抓，把筐腾出来，放在筐里边，毕竟是徒手抓嘛，一个人不太方便，只能往筐里面抓。全都是，哎，龙尾鱼。裹着沙是不是看不见？一抓一把，太过瘾了吧！隔着屏幕，您是不是就想过来玩啊？我诚邀您过来跟我一起抓，就像这样，像这样吗？哎，海兔呀！哇塞，漂亮！收。我记得去年拍视频的时候，很多人说我十五了，你咋不用手啊？你咋不用手呢？那还不是因为货不多，你就跟今天这样似的。你说我这一块还能不用手吗？层层用手抓呀！哇塞，全都是密密麻麻的。小伙伴们，跟着我回家喽！哇塞！花旦蟹，这个高低给它放生了，还是要重复一遍哈，这个鱼长不大哈，这个鱼是长不大，理由咋特别像，这个叫做黄鲫鱼哈，只顾着抓了，还没有跟你们讲解呢，来，洗干净，龙尾鱼，这一抓一把的是黄鲫鱼，龙尾鱼。这里，全都纳为囊中之物了，太囊取物，抓这个得有技术含量了。抓鲈鱼的话，你不小心的话，它就会扎到手，所以说抓这个一定要有技术含量，不能像我一样哈。你们来海边，如果说要是来我围网玩的话，不能像我这样哈，就是说抓鲈鱼的时候。就是徒手抓哈，那肯定是不行的哈。万一不小心扎到手，它鲈鱼这个，它也不说这个刺有毒不，反正呢，它一扎你的话呢，手臂都麻了，花盖儿，这个还有膏呢，收它。哎，海鲫鱼，哎呦，先抓你龙尾鱼吧。哇塞，这个龙尾鱼大，哦呦，上来吧，小老弟，你给我上来吧，梭鱼啊，哇、哦，哇塞，这个梭鱼。活力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上来吧，小老弟，再来一把，再搂一把。哎呦，跑得挺快的，来，漂亮。哎呦妈的，咋蹦得这么快呢？跟谁俩呢？过来过来，这又搬筐了，特别快啊！这一回筐就满了。哇塞！哎呦我去，蹦得这么快吗？小老弟，哦，这个鱼受伤了，咱受伤不要哈，给它放，给它让它回归于大海。